上啊，今天这个题目啊，这个大。何医师跟我讲的时候，我就讲说，对象是治疗，但是治疗方面是结果，但是原因啊，我们也是让我们要重点讲。今天童阿姨的重点在治疗，讲了三高这个题目啊，事实上。在美国这一代在英文里面没有三高症，但是我们中国人比较聪明，把三个压在一起叫三高，三高血糖高、胆固醇高、血脂高。那这个三个问题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常常有，尤其是跟年龄有关系。第一个，这个不但是跟我们年龄有关系，跟我们的遗传也有关系，尤其是在糖尿病方面，假如父亲有母亲有，对不起，你吃率差不多50%。假如一个人有，有50%的机会。所以说当然还有先天性的那种比较endurance type的，我们今天讲的主要是讲成年型的，要再多个位，我想假如有的话就是成年型的。所以说这个在糖尿病方面与遗传有关系，跟基因有关系，跟我们生活习惯有关系。这个高血压也一样，也是跟遗传有关系。那至于这个胆固醇呢，也跟我们基因，所以这三个问题对我们的家庭背景、家庭那个的家庭那个历史，这也是很有牵挂这些关联。在这方面，我都希望各位，当我们在中间年轻的朋友比较少一点，但是现在我希望大家，假如你30岁以上的时候，假如你的家族这个有病史的话，在不管在饮食方面、运动方面，在生活习惯方面，抽烟啊、喝酒啊这方面都要注意一下。这种情形的话，对您以后健康跟你的生跟你的那个疾病的发作率就少很多很多。OK， 这是先讲这个问题。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一个问题，血糖高，我们当中国人叫糖尿病，当然血糖高了以后会漏出来尿可能会有糖，我们中国人叫三高糖尿病。事实上现在新的观念，血糖高一定有糖尿，什么意思呢？只要你的血糖没有超过170以上的话，尿会漏出来。那这种情况之下，尿就没问题。要查血糖，血糖呢，这个糖尿病的问题是要从验血来验查出来，不是像刚刚查小便那第一件事情。那血糖高以后久了会怎么样呢？血管的病变，为什么血管病变呢？因为他们久了以后，血糖高侵蚀我们的血管的那个 basal membrane， 了解，就是一种血管的壁，那个是它增厚。那增厚了以后，就造成阻塞，再加上您有胆固醇高的话，更加速这种形成。这种形成以后所造成的结果是怎么样呢？眼睛，我们眼睛。眼底出血，脑子有脑中风，心脏肾脏也有肾脏的毛病。所以说血管有人走了走了以后脚不能动，这叫 complication 的叫做，这就是血都是因为血管病变出来。所以治疗糖尿病的目的就是要预防这个早期发现。话又说回来，您假如有糖尿病就算你治疗得很好，这些的进行式也会在那里一直持续，但是比较慢。假如你不注意的话，对不起，我们都知道有人50多岁拔下一片 ，OK， 就是有人40多岁也不好，为什么呢？都是因为血管病变起来的。那糖尿病的预防，那怎么讲呢？第一个，我刚刚讲，你有家族史的话，要注意。比如说你这方面注意，运动一定要注意。
刚刚会长就讲啊，引领什么运动？哦，台湾这个事情很好，有个东西，有个他们说口号，叫做三七七，反三三七，好像反三三七，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每个礼拜一定要做运动三次，一次三十分钟，这个。7天的话，当然是最好。假如不行的话，至少3天。所以这种情形的话，都希望大家持续做运动。另外讲的运动方面，我们并不希望剧烈的运动。像我们中间年纪大的，健行就行了。我平常对我的病人要求，不是叫做散步。记得，假如你在你半步做方步的话。因为没有我们氧气的话，经常伤血，所谓耗氧运动的话，效果很少，只是浪费时间。所以我倒希望大家做运动的话，你只要慢就走所谓的慢走的话，30分钟是够了，但是呢，不是说一定要一下马上30分钟。好多朋友平常不做运动。突然一下起床做个运动，过了2天就回来说不行，为什么全身痛？为什么做得太快？所以通常我跟我病人讲，就是说，像做5分钟、10分钟，走一下，没问题，一个礼拜慢慢增加，再慢慢增加，到30分钟，最好到45分钟。中间假如你可以慢跑的话，没有关节问题。跑跑停，走走走走跑跑更好。只要你把你的心速加心跳加速，您假如说是平常心跳是70跳，以你的年龄我们这个年龄说跳到110左右，或超过120，就是很好的一个 exercise， 有耗氧的运动。所以，假如能够这样持续下去，一个礼拜做3次。那我吃更好，营养会负责你，会不但是血糖控制的好，体重控制的好，自己身体也好，精神体也好。这就在讲说血糖尿病的，在所谓的治疗方面注意事项。当然饮食方面，我们希望大家胆固醇高的食物少吃一点。那血脂类，我们中国人中间。血脂在中英文叫 triglyceride， 所以说很多病人说我的胆固醇过高，血脂高也一样，因为你有你在 non-HDL， 就是说这个坏胆固醇的一种那个基因在，所以我们希望血脂也要低一点。假如在饮食方面要希望血脂低的话，不但甜的少吃。对不起，你先讲这个脂肪的高少吃，比如油的，我们中国人都喜欢吃肥的 ，OK， 因为吃的比较爽。但是这个到年纪大一点来讲，真要注意一下。我常常跟很多人讲，我们都是人，都有欲望，你这样完全不吃不可能，偶尔尝一些，点点尝，绝对不反对。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所以你有时候机会饭都吃。我也吃，但是我不好吃，这个就颜色大概都没有什么。所以肥的少吃，淀粉少吃，甜的少吃，多吃蔬菜，不管哪种青菜都是很好的。OK， 所以在这方面，饮食方面注意，运动方面注意 ，lifestyle 在前提，比如抽烟，抽烟就不要抽烟，这方面比较不容易达成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假如你糖尿病有高血压，也有胆汁过低、血脂高的问题，这方面真的提醒大家注意一下。OK， 好，现在我再讲讲三高的这个第一个高血压。血压高的话，在美国这里，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药可以治疗。当然，我有很多病人常常来我这里说我吃这个药，我能不能一定非要这个药，这么大的功能，
我说假如没有问题的话，也许没有可以继续用下去，但是您假如有我们叫做这个就叫 diuretic， 什么叫 diuretic？ 利尿剂。
为什么呢？医疗体配合的其他药，不管刚才您说的这些药，都会加强它的效果。但是这个药有坏处，有人吃了以后，钾离子会低，或者小便失禁，或者受不了。所以这管理或加入这种药，像我平常开药跟别人讲，都是告诉他我加了这个药，然后你实在不行，就换掉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个药会加强你血中的那个钾离子、钠离子减少，所以这种现象水分会减少，以至于使病人的我们叫打酸奶，就是说舒张药降低比较好，所以我也常常用这一药。但这个药用久了以后，有坏处，钾离子会低，低了以后变成什么样？没有力气。所以我通常为什么？我常常说，请病人回来以后再复查抽血，到底是什么？他吃久了以后多少会有变化？好吧，这就刚讲的是高血压这一类药，大家都常用。这些药中间，我们有一个药可以用，两个药可以用，三个药可以用，四个药最好。有时候我们刚才四个药全部给我上去，为什么？一个两个都不行。那这种病都是比较晚期的，都是因为患心脏的问题，或者是血管硬化，有另外后天导致的。现在讲第二项就是糖尿病，糖尿病中间最终的目的是干什么？就是希望我们的因素里的胰岛素要增加。为什么在糖尿病当中我们讲？就是用身体里分泌刺激胰岛素分泌的比较少，以上有问题。刚我也讲过，就是先天性、后天性、遗传性。那现在这类的药，我们在市面上也常用，最主要就是说使得有的是增加胰岛素的分泌，有的是减少我们吸收血糖的吸收，有的是让我们这个血糖运用的快，所以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结果。第一类的话，这个的药的话，现在很少用，它是使得我们看下面好，就这第一类的药，这药就很少用，因为效果不明显，实际的方便也是方便，一定要3次。它使得我们血糖食物吸收血糖减少。第二类的，这个是现在目前还常用，这全部都是这些。我比较常用的是 Dabeta 和 Prochol Emery， 第最后一个 Dabeta 是比较麻烦的药，这都1天1次。这些药有个坏处，假如吃的剂量太多的话，血糖低，有人受不了。所以讲这个问题的话，假如病人有吃这个药的话，我都劝病人讲切记，吃饭以后两个钟头。不绝对，还有一个糖尿病的病人，绝对以后不可以服用止痛剂。药物控制一定会有，当然你血糖控制得很好的时候会血糖低，但控制不好当然看不出来。血糖低的话也受不了。我们中间年纪大了，常常有到了发生的事情，叫 ambulance 到医院去查血糖，这个药控制不了，好吧？这都1天1次。药每次2粒、3粒都可以。这个药就是化解，我现在是 first line， 这是怎么讲呢？这个药是增加我们 peripheral 周边肌肉利用，肝脏利用，把这个药的血糖低减低下去，非常好的药，非常便宜。我刚刚讲这些药，有些要什么减点儿，我把 offer 甚至有些要4块钱一个月。而且3个月才10块钱，所以原则上这个药现在不是个大的问题。那这个药的话有个副作用，有人吃了会泻肚子。假如说是我病人吃了泻肚子，我请他们饭后吃，要饭半吃，对不起，可能吃饭慢受不了，因为一天大便有4、5次受不了。OK， 这个早晚一次的药。这个药的话就比较。全部分店，假如没保险的话，对不起，
一个月要200到300块钱。OK， 就一天一次，这一类药是在肠胃道，一个叫我们叫 DT4 inhibitor， 使得阻断以后的血糖系数比较少，对降血糖。那这类药的话，不管怎么样，它可以跟刚刚我们讲的 glucagon 和 metformin 合在一起用。这两个药可能，马上全部都是麻醉，为什么呢？哦，麻醉啊，是我们前一期麻醉剂，因为刚刚讲过是有人用了以后心脏反而不好，但事实上这类的病人，我对这个药我蛮喜欢，就这样，这个药很少。事实上，这些病人发生以后，他们体检的报告都是有很久糖尿病血管。所以到了后来过世，说那一个药发生问题，那我也没办法，就拖到麻醉。Actil 还在麻醉，但是知道也会也被拿出去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类的药我就用这类药现在代替。OK， 那现在讲第三个讲，就是应该就是我们的三个最后一个血脂高的东西。刚刚有讲血脂高里面。有血胆固醇高，有血脂肪高。那现在这一类的药有这么多，fibrate 这个药最主要是降血脂的，我们这边常用的药就叫做，difluprednate 跟 fenofibrate， 这两个药 difluprednate 现在是很便宜，只要10几块钱一个月。早晚吃，但效果不好。这个药已经在market有30多年了，副作用很少。但是呢，我个人的效果非常好。现在我比较喜欢这个 fibrin。这个药第二就上这个药的话，原则上可以降血脂，降得很好，而且增加好胆固醇，增加的非常明显。我个人也是 ，OK， 每天一个，晚上吃。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基因。我最早的时候血脂好胆固醇只有20几、30不到，现在我最后的时候有62。怎么做？吃这个药 ，OK， 再加上有个药叫做 Omega 3。Omega 3可以增加好胆固醇，但是降血脂降的比较差，这个药也是降的不多。所以说原则上，假如中间有血脂高的。这个就是降胆固醇的，我比较少用，它是目的是说这个药吃的副作用胆固醇，让它排泄快一点，效果还是非常明显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要老用。刚刚有讲regulate omega 3跟 lavanda 是一个要开处方的，很多保险不付，这个我们在处方都给。在 Costco 买就比较不要从网上买的了，所以原则上可以用。还有一个药拿什么像刚才说的那样，这个药的话是增加吸收，减少吸收，对这个药很好，可以这样的。但这个药现在还是名牌会比较贵。拿什么就是我讲的拿什么，这个药哈。跟我们叫最异曲同工的效果，可以增加好胆固醇，但是副作用很大。为了我这个药，我自己也亲身用过。我平常吃没问题，吃饱饭一定要吃饱饭吃。我有一天故意试试看，不吃东西吃这个药，受不了，血管扩张，全身像做针毯一样，它血管扩张了。所以这个药一定要放着吃。完了以后，假如那个不但会刺痛，是非常不舒服。再一个，这个药一定要好好吃，也非常好，但是剂量很大。通常我们市面上买的吃100都没有，要吃到2000到3000没有嘛。所以你看看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个药是可以用，但是不一定能用得到。
还是比较喜欢啊，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循环。这个 study 呢是现在最热的药 ，OK， 那些做 landscape 这些都是，除了最后一个药还是 brand name， 其他都是 generic， 所以这么几个 ，OK。这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个所有药的归类。OK， 这里全部 slide 到这为止。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提出来。谢谢大家。谢谢这个张医师非常积极的演讲。等一下有问题要最后讲完之后再一起问。那下位讲员是吴医师，我简单介绍吴医师。插播一下哈，我们中华总会有一些纸条给各位，怕有的人没看到纸条，所以如果有问题，现在先写下来。同委要如果答复就全部帮你答复，如果不能答复，那可以到我们这边单位去，他们会帮你解释，好不好？现在发一些纸条给各位。Yeah， 谢谢。吴医师他是住在南方，他一个奇异的人生啊，所以要讲的话跟你讲半个小时都讲不完。那么他早期呢，他是学英文的，要到淡江英文系非常有名。那到美国来呢，他改学药学，所以他是一个注册的药剂师。那看以后他觉得这医学蛮有兴趣的，所以他也申请医学。他在南卡州啊，是第一个中国人进去的。那他后来到 Emory 来做过完整的这个预估个人专业训练，也在 Emory 当过这个教授。那现在南部开业已经开了好几十年了。那记得在中华学院学会呢，大概二十几年前呢，请他演讲过，他说我喜欢跟这个中国人华人呢讲预估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上帝啊创造人呢，就是非常的奇妙。那首先他先做一针呢，因为火呢太大了，就焦黑了，就变成了黑人了。那第二次做呢，他火就尽量就小一点，就变成白人了。后来他想一再调一下，变成东南亚是棕色的人种。最后呢，他坚信己做，变成了我们的黄种人，他非常欣赏。今天就跟医生讲讲皮肤各方面的机会，谢谢。他讲的题目跟生死都有关系，我很简单，但是皮肤的最主要的病症是痒，痒的时候会杀你杀死人，痒的时候你叫妈妈都来不及，是不是？我今天第一个讲是要讲广东生呢，就是我简单的，我现在在 M 里教书。那现在有后生在跟我们发给他到了就是。那我这样讲，灰尘那里，就灰尘那里中文怎么讲我不知道，因为呢，灰尘那里在东方没有了，亚洲没有，欧洲也没有，只有北American 他们才有的。就是灰尘那里面有这个有三种很有相似的灰尘那里灰尘哦苏美。属于同一类植物，叫做 RHS， 它生出来这个毒那是一样的，很多很多。哎，那这里面我看见来讲呢，十个人里面呢，两个人可以吃，不但痛，不叫不但痛，吃都没有，
两个人这样的不得了了，其他都是两条蛇，你接触了你就知道是很麻烦的，很困难时间。所以灰心恶主要看是三个叶子，就是灰心恶，就灰心恶已到处都有了。 OK， 你看看书的时候很难能够偶尔看得到。那这个灰心桉米呢，并不是夏天才的，夏天有叶子，但是呢，根呢都有的。你怎么可以得到灰心桉米呢？你不一定要在外面就种这个植物的，就是你这狗、猫、小便回来你碰到，或者你跟邻居握手借人的工具，那个人也产也没有病，但是呢，他带给你一件宝贝，哎。是很毒的药，很毒的这个药。那这个人为什么讲呢？就说就是什么，就是因肺发炎了，它就频频的颜色变了，它就起泡泡，就泡泡在。有玩儿呢，会水都出来，黄的水、黏黏的水出来。你知道这个水出来的时候都是毒，一碰了越来越多越厉害。哎，那偶然呢，你们发作中有了这个 secondary infection， 就细菌的。发现在了 ，OK。通常你可以大声讲了，因为你抓的时候跟你抓的方向一条线就下来就会发痒了，就给你看见了 ，OK。就眼前了 ，OK。啊，你看看你抓了以后就跟着你抓的地方就起进去了 ，OK。那就多厉害，就是基本上是可能呢你自己没把它吃掉的 ，OK。就说很夏天看很多，冬天也有。还有一点呢，冬天有没有这个倒扫垫子的，把一堆烧很重要。假如你对这个敏感的话，你再离开，你吹风了以后，你出去的话，你吹风把那个喉咙就肺给你倒回了，你到医院去了，这很厉害的。OK， 那么你我的吹风来的第一件什么事呢？你说我们这个没人是跟我们讲太提前了，我们同事讲了。啊，现在年轻人讲说，你叫我怎么打人？不是我现在讲打人，我叫你怎么打他。所以呢，先注重什么东西要做，还学怎么做。OK， 怎么样的 ？First thing to do 最重要，第一个不要败酒精。这个毒很重要，就是油性的这个过程啊，你碰到酒精的话。跑得更快，所以绝对不能买酒精。第二个呢，一定要用冲水，不要泡水。泡水，温度要冷，越冷越好。OK， 肥皂可以，不能用毛巾。为什么？寒的。来，你干皮肤的时候用纸和可以泡，不要小气。你擦了个什么这样装的呢？有点便宜，有点 OK。衣服穿的怎么办呢？你不能洗衣服的话，请他洗两次，单独分开来，不能从别的地方进来，洗两次，不塞口，不是面子，才能洗得掉。这个毒很厉害，黏黏的，洗不掉的。OK。那么下一个是怎么治疗的呢？当然止痒最重要了，止痒的东西呢，我们必要处方的。今天我讲的是让你自己可以帮自己 ，OK， 是这样的。Vinegar 是大家知道吗 ？OK，Vinegar 说 Zyrtec，OK， 就是一样的，有人吃也会打瞌睡，晚上吃没关系，晚上这个吃一颗晚上，比如说第二天就起来了，就是一颗不够，下午晚上呢再吃两颗，没关系 ，OK。要是呢白天的话呢，最好是配合去打热敷，那你不会打。OK， 那么皮肤治疗中呢，海德克松，我现在假设你自己可以买个去看医生的，海德克松是好处很大，不是很强的，所以呢，这东西啊，最好呢一天摆四五十都可以。怎么摆放呢？先摆点水，要放啊一点点亮亮的，就点在上面，不要等牙膏就行了。OK， 那。第二次用的时候最好湿的这个 paper towel 把它上面抹掉，然后再把钱开，不然的话旧的摆到新的摆到上面的面不能进去，是不是？ I'm sorry，
All right, OK， 这样就点在起身嘛 ，OK， 就是吃的药了 ，OK， 那个身呢，坐在你们都看到了啊 ，OK， 那差不多出院就讲了 ，OK， 那喝的少，可以喝的少，那就一直喝的少，还是不一样的。那当时不是喝的少，老美很早就都是早跳去了。不能用这种方式，就是新的东西到底什么分用就知道了，很少用，你不要指望就买得到。那么假设呢，秦信很厉害，他在明代年间呢，眼睛肿的是没有办法的，最好老张自己也不意识过了。该怎么讲呢？他们那时候讲呢，你很生病很厉害的话，找真正医生。假设呢不重要的话，是吧？好，该。是这样的 ，OK， 你看，说猴子的这当然了，你要找个医生都会帮你忙的 ，OK， 那他可能给你打针，还有吃，过来，还有吃药 ，I'm sorry， 抱歉，究竟我要讲个吃药的事情。通常你去看医生的话，他是喝的上吃药，你懂吧？咱们跟喝的上中文怎么讲？喝的上，喝的上吃的很重要。人家很担心，就说喝上副作用，发一些身体不能怎么办？你是对，你是不对，看你怎么吃法。还没之前，我讲心理量就在人的身体的机构，在你肾脏上面有adrenaline。每天生产喝的时候，每一个人不一样，12.5mg 每天生产 ，OK。那你吃的时候啊，通常你身体12mg 没问题的，50mg 没问题的 ，OK，50mg 没问题的，所以要不要吃太久，它的食物变好以后，慢慢就减下来，就没问题，就不要怕 ，OK。除非你糖尿病。那这血糖会高，或者血压高，通常是没问题的。还有讲呢，生理学讲呢，早晨我们喝的时候熬不了很高，早晨高，下午低，就 diurnal deviation， 最好喝的时候早晨。